2020年10月15日，大角星人理事会，开启你的第三眼。传导：丹尼尔·斯克兰顿，译者：马克·兔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，很高兴与你们联系。我们非常渴望看到大家能获得更多的透视能力、超感知能力和你们的第六感。我们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带着这些天赋和能力进来的，而另一些人则是在觉醒之后发展出这些天赋的，但仍然有很多人尚未利用这些力量。毫无疑问，这些力量确实让人变得更加强大。一个有透视能力的人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对于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来说，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一种诅咒，但他们是开拓者，他们决定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发展这些能力，这样就能向你们展示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天赋。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得到升级、激活，以及一个非常开放的第三眼的必要协调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，现在是让更多人觉醒的时候了，这是让那些沉睡者醒来的最直接的方法。因此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许多人的第三眼将会开启。你们目前所经历的这一次大规模觉醒只是给开始，还需要更多的人觉醒。你们中有一些正在接收这条信息的人，将是帮助那些刚刚打开第三眼的人类同胞的最佳人选。你会接收到呼唤，因为你一直想为他人服务，它是一种天赋，看助别人发展他们的天赋也是蛮有趣的。这会给你带来话题，它给了你一些可以交流的东西，而这也是人类此时所需要的。你们需要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，因为有些人会继续采取各种方法试图分离你们，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人类醒来。而这些第三眼睛的开启，这些透视能力的激活，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这将是一次在唤醒，一次在开启，因为他们小时候拥有这些天赋，然后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了它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雪崩般能量的到来支持这么多人打开和唤醒他们的第三眼，是没有什么能阻止的。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，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